的艺术水够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研究迄个台湾话一字几落个音诶。咱卖讲遮学者专家伫咧探讨啦，干那国情即个半人使啊，家己咧记。台湾话一字超过三音诶啦，上无几落百字。卖讲迄个一字两音诶，绝对是几千字。啊，当即内底吼真侪趣味诶元素，无共音用途就是无共。来，今日咱来一日讲三字，讲到三字，咱来讲上中下。头前见面来讲上，头一音来讲读册音，上班证明我加讲诶。每工食头路人就是爱上班啦。啊，上班吼出去食头路吼，嘛着爱坐车。坐车诶时阵，咱着爱上车哩。上甲上都无共音哦，你甲听。啊，不过这个上车这算讲话音、白话音，另外还佫一音哦。来讲，讲古早时代，咱行去到古井边，伫咧呛水。这个呛，汉字写法完啊同款。你讲国井啊，你只敖怎？这拢唔是我怎？这一两百年来过去的书典，就照这个汉字落去写。上无上班，这个上有三音就对啊。呛水的呛，讲这里。啊，另外我再举一个例，咱若去到溪边，看到迄个石头，哇，定定伫咧呛青池，这原来共即字写法就对啊，呛水呛青池。过来上讲完，咱来讲中，中即字来头一句，咱来讲，讲这吼表现也无介好，但是原来无介歹。咱有一句话，讲这叫做中班的，即个中，这文音读册音，中班的啦。过来第二句，咱音调无同哦。讲我看国情啊吼，即个遮含慢吼，有影是不中用啦。中班甲中用，你注意甲听。简单讲啦，华语讲叫做波波摸摸的四声啦，吼，关节音都无同啊。中班是中是第一声，中用的中，这吼是第三声啦。过来吼，另外搁一个音哦。这就是讲吼，我看这个姑娘生作风姿真好，我看这个少年家生作安尼真烟斗飘飘，有影。定外意哦，这个定同款第三声，但是甲中央的中，哎，发音就阁无同啊。定义这句话，即卖吼，少年家原来较罕得讲啊。上中讲完，咱原来讲下，下原来上无有三音啦。头一句讲定是下命令的下，这文音读册音下令。过来吼，第二句，我若去到神明面头前吼，我拢安尼祈求，安尼下愿。系讲啥？系讲你着四国情有智慧，面对人生各种的过程，系愿系愿，即个系讲白话音。过来吼，就是讲咱伫公司顶头制作人，包含讲真侪只主管，因就是我的顶司，啊我就是因的下手，下骹手就对啊。系愿的系，甲下骹手的下，你看发音就阁无同哦。所以下班即个下，原来三字音啦。上中下拢有三字音，咱简单的探讨，就了解讲台湾话艺术甲趣味的所在啦。